我事情都要来找到我的吧？我的屋里还没搞干净，还没走。我要上来。你收到呀？我走。那你从这里呀？你我就哪去？那你从哪里的？从那个菜那里的。哦，不坑，我们找元素可中客。你是不是混的？你个是混。小子，你要不然上学去了？没得人给我捂手了怎么办呢？ 和小弟弟，给你捂手上。我生个小妹妹不行啊？小妹妹，你给我捂手上。行了，我们走吧，回来然后就给你捂手。哦，你马放假了回来就给我捂手啊？行。快走，我们走吧。我哪去？我们要种点菜呀。我们走，go go go！ 预备备，我们来跑。预备备，跑，快跑！预备备，跑！哎呀，肘子跑地一样。哎，哥哥，等会儿走，等会儿走，等会儿走。好。啊，好，来帮忙好起来。嗯。哎呦。嗯，出家门的。好，行了吧？行了。好，行了，现在给哥哥把那个艾特搞起出去。好，我来倒，你帮忙扫，你帮忙种菜。 那就不行，刷刷垃圾，刷刷垃圾，慢点慢点，慢点慢点，我们下一个。要不然洗一盆呢？行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来到我小孩子，你不把水往我脸上弄噻？ 我看猪猪憋不得？那能不？哎呀，你想整你我的？走，姑给你带好钱的，我要我的，有没有钱的？有钱的，我带的。哎呀，我们那我们可吃到的那个不？好，嫂子给我们孩子捡一下呀。嗯，你们先走，我就来了。我还没那么多好吃的。你要吃哪个？你想吃哪个？我要吃你锅的。啊，好不啦？你想吃哪个？说。 哎，咋子恁多？你全部都是海底捞的小火锅，你买恁多是吧？花不少的钱了。不贵，拼多多正好有临时机限时补贴，我一块钱就抢到了8盒海底捞小火锅。有番茄小酥肉的，有麻辣嫩牛的，还有脆爽牛肚，8个口味儿。嗯，吃了特别香。平时以后啊，要30多块钱。 活动期只有一个月，点击我评论区抢购。等我，你小子也喊你起来，等我等会儿回去跟他也抢一箱看来。找人来给我搞块酥肉，你好歹坨坨酥肉。来，小子，火烤。
我口糖。老师，你给我再割一会儿，再救一个，你给我喊大舅一个。嗯，你姑姑那里去还不行，你还要再救一个，你咋那么巴结的？对呀。说什么好去？好去吧。嗯。再我一个，你不能巴结好不好啊？你跟姑姑留着，我们再到姑姑那点来去。妈妈要给你买的。你有一个。嗯。我有一个。我带两个，带不起。用你的背囊背有一个。我碗子多大了？走的。嗯。那等会儿来，走的。嗯。等会儿我那不浪费噻，我也把被子背起，你把被子背起，背起我们也走啊。我能背下。哎，走，回口，摁死你！哎呀，你摁死，哎，好烦人呐、啊！不怕。嗯、我们今天做什么事情的？我们今天。你说的，我说要走哪个的、守住的噻，守住的噻。好，没有。好，小子，你们在那里画，我在旁边给你画个大车，好不好？好，画个小车子。好，那你们画你们的，我画我的。你车子是走哪儿的？哎呀，在这里就画个脸子，脸子。嗯。他下雪了噻，乔子，我的车子画好了的，你们的手足车还没画好吗？没画好啊。你看我给你送那个车，那个车比你姑爸的车还洋气。哎，我画的什么车？你快快开车门去。姑爸，你回来嘞，把你个门打开了，进去呀。你到底把我送哪里去的？你是哪里？你是野巴坡的。你是野五的。你不是五的，你就是个野巴坡的。你看你这是哪有湖？师傅，你热不热呀？我师傅热呀。师傅热，那我帮你脱衣服，你又不能收我的车费了。你说我的车费。我说你师傅，拿高的给我高点。师傅。开车慢点儿，你看你个脸上打成那个样子的，啊，你是哪么打成那个样子的？我觉得该像那样们说起来，说似的。我问你，你那个脸上哪么打成那个样子的？我拿快递盒的。你拿快递盒的，那我把我搁车上的。嗯。我问你，你脸上哪么打成那个样子的？你可我问你。啊，你脸上哪么打成那个样子的？我现在在打哪里？打到的，在哪里打到的？你这是？是哪么打到的？风啊干。风啊干呢、啊？嗯。那你哪么要风啊干的、啊？然后就打墙就摔了。那你姑姑有没有说叫你不风不干呢、啊？姑姑有没有说？那这个就。姑姑有没有说叫你不风不干？